东莞市南方力进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石牌镇曾屋工业区。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超声波自动化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和应用技术的整合，力求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完善的设备解决方案。山因势而高，因形而俊美，水之形藏于山，因地而滞留。在南岳大地上，它巍峨而挺拔，如同滔滔的江水，勇往直前。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过去的十年却是东莞市南方力进机械人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的十年。站在新起点，回眸十年发展的轨迹，那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恢宏画卷，那一个个荡气回肠的响亮音符，汇聚成气势雄浑的宏大乐章。东莞市南方力进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石牌镇曾屋工业区。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超声波自动化机械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和应用技术的整合，力求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及完善的设备解决方案。公司聚集超声波设备之行业精英，同时与海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合作，相继率先研发出多款具有国际领先技术水平的高品质超声波自动化设备。公司自成立以来，本着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做生意先做人的经营理念，积极引进人才，强化管理，塑造品牌，始终贯彻以质量取胜的原则，借鉴国内外先进的超声波自动化机械设备开发经验，在规划设计上秉承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创新求变的精神适应市场的需求，致力于超声波自动化机械设备的研发和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公司下设广东省汕头市。